龙奶奶，这只是我们基地的萝莉叶，它是一只罗威纳，它在前段时间就是检查出有淋巴癌，一直在给它治疗，也做了手术，明天就去做第三次化疗。但是我今天发现，就是它这里那个淋巴结现在长老大，看，它这个淋巴结现在有拳头这么大了，上一次化疗回来很小，没有这么大。都这么小，但是现在长有拳头大了，这两边都这么大，上一次这边基本快没有了，现在这两边都大了，而且上一次做化疗到现在有9天时间了，这9天他吃胖了很多，胖了有10多斤，精神啊各个方面都很好，就是他下面这两个淋巴现在长大了，都快挨住了，看，这是这两个淋巴，他现在这两个淋巴已经这么大了，然后明天带他去做第三次化疗。顺便问一下医生有没有影响？医生当时跟我说，他就算做了手术，就算做了手术之后，坚持着做化疗，他的寿命也就是最长1年的时间。但是我希望他在这1年里面，就是开开心心的。之所以选择要给他坚持治疗，是我不想留下遗憾。我们基地的每一只狗狗都这个样子，我都不想留下任何的遗憾。我希望他们都能够每天陪在小学的身边，开开心心的，好不容易幸福的生活才开始。